两口，这儿脱靴子，请唐。作为女老生，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，同时也要很冷静地面对我们存在的这些声音上的这个天然的缺陷。我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老生演员王佩瑜，非常高兴来到跟我学栏目。那么我们之前已经学了几节课了，捉放曹，今天呢我们抠一下唱，再教一下这段唱的身段和表演。我想你唱一下这第一句，我们听一下啊，听他演，用你自己调门，拉个啷当里哒里个拉当啊，听他演。吓得我，吓得我，当个啷得儿拉得儿啷，心呐、急，心不是要唱心，尖字啊，心呐、心呐、急，但怕。对，这个怕我刚刚之前也一直提，反复提，就我们每一道折口的嘴型都是有规定的。你刚刚这个怕字，这个怕的这个嘴型啊，就略小了一点儿。而且在唱腔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小心翼翼，千万不要让嘴巴乱动。怕。到底你别啊哦，明白吗？这所有人都适用，这个是要注意的。对，声音终止了以后，口腔对你再慢慢自然的收掉。对对对，不要提前闭口腔。是的，所以说我们在演唱也好，表演也好，这是一个就是一定要不管你唱什么腔，是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原则的问题。是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要，把这段唱的表演和身段、脚步，带着大家来走一走。陈宫这个人物呢，你在台上穿的是宝蓝靴子，系个丝绦，高方巾，黑衫，扮相是非常文人的、非常儒雅的一个气质。那么这段唱的剧情设计。是我们陈宫和这个曹操在行路的过程当中，曹操杀了吕伯奢的全家，陈宫对他非常不满意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曹操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：“宁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来负我。”那么我们在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吃惊的表情啊。宁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呐来。这儿捋髯口，这儿脱靴子，请唐扶我，哆嗦，我往后退一步，两步，小三步，唐停那么两秒钟，滴答，滴答，哦。对，念完以后，放下这边放下髯口，抓水袖，抬这个腿，拎起靴子，往前要跟他论理，结果曹操转身拔宝剑，毕竟是害怕的，嘟，敞大。所以这个身段就是在这个隆咚哒哒哒哒唱，我完整做一遍啊。天下人呢来请唐扶我，
着呆，长，嘟，看着他的宝剑，嘟，擦哒，嘚儿啷嘚儿啷嘚儿里个啦啷嘚啊，嘚儿啷嘚儿啷，他这一锣，嘚儿里个唱个啷个啷嘚儿啷，呆个啷嘚儿里嘚儿里。水修放完以后，往台中。上水秀一个两个上完以后，唱，听他言，吓得我心惊胆怕。好，唱完这句以后，这吕然口侧一点身儿，看曹操。曹操这时候已经背过去了，打背弓了。咱们看的是看他时候，这个眼神里啊，带着无奈，带着恐惧，带着悔恨，非常复杂这个情绪啊。看着他以后，这个时候过门差不多就结束了。咱们往这儿，这个台上啊有三个话筒，这头一句是对着第一个话筒，第二句呢稍微有点小偏，打背弓背转身，往前上一步啊，背转身，自埋怨，脱然口，我自己看着自己做差，无奈，慢慢放下手来。再看他过门差不多往前，我先前指望他宽宏量大，我指望他宽宏量大。哎，在过门中无奈，再往前上一小步，却远而来，则是过，指出去，很恨呐、啊，无忧的冤家，马戏慢慢放下来，在家道内，我哪能一回马。我难以马行在夹道内，难以回马，这是多么无奈的一种心理活动啊！难以回马，哎，这个叹息是不叹出来的，心里叹气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就一点儿，这个一点儿在心里虽然不叹出来，可是足以让观众感受到这个人物的心理状态，啊，所有东西不是一定要出声的。到这儿，把这个栓解开，拿马鞭起来，这儿走一步，走两步，打个啷当哩当哩个啷啷。这才是话虽水，当个里的拉的冷，水不能软的话，这时候往哪儿走，我自得暂且忍耐在心，对着外边音响，哎，到这个台口这儿，把马鞭放下，记一下，回到差不多台口这儿。
看看草草，因为最后一句话是看着他以后唱的。哎，鸡头我还是背供，鸡头我还是想劝他，公大事必须要劝解，与他呀，啊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，你看怎么使得上劲儿啊？与他呀，嘚儿啷个儿哩嘚儿啷，你的眼那多与渣，非也。大大大大大已唱多了，当个儿羞答我，言语多比有奸诈，你本是大一人，把事做差驴不舍，与你父相交不加，为什么齐心杀他的全家一家人呢？被你杀也就该把吃装来呀，杀老长是活根呀。他说言多语诈，摆手往前一步，休道我言语多必有奸诈，你本是大义人，把事做差，都不需要太多，保持在这个表情，保持在这个状态，就是跟他还是在劝他，好好跟他说，保持在这个状态里，不需要左一下右一下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。嗯，持庄来呀，杀老张是活，这儿来一下呀，问他是活根牙，对吧？这个动作它就是有依据的，你做起来你也觉得很有力度。哎，他那儿唱一段，也是一段流水，唱郎才来，唱完，咱们就这么听着啊。公来唱，才来唱，好言语全不行，指他春牛母我妈。这个两句呢，不是对他唱的，是自己心里的活动。所以你不能好言语全不行，不能这么的，好言语全不行，看着他春牛母我妈，我这么说你都，这家伙怎么能这么固执呢？把此则好意呀比尽力之哇，藏才打藏。最重要的是一个舞台的调度，第一个是隆咚哒哒哒哒唱个领，才一个呆藏，哦嘟嘟嘟唱哒，当当里个啦啷当嘚啷嘚啷嘚里个唱个啷嘚啷个啷个呆，这个是一个这里的等于开唱之前的一个身段。完了难以回马以后，走到这儿拿马鞭儿，蹲下拿马鞭儿起来以后，在这儿唱半句，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走过去，在这儿再唱一句，这一句整个唱完以后，把马鞭儿搁在这儿拴起来，哎，走到前边，既同行共大事，劝解于他，然后就是二六，这个段唱的舞台调度就这点儿。那么这段戏的唱、表演和身段都给大家介绍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场外的戏迷和票友还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屏幕。王老师您好，我想问您，作为一个女老生，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怎样避免迟音？这是一个很多女老生都会遇到的问题。那么这个观众说如何去避免，我是说这样，我们只能通过很有效的训练，比如说把喉结有意识的往下放，比如说调门不要滋滋的往上飙高，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次音。另外还有一句话我想跟大家解释的是，如果
你觉得女老生的声音比较委婉、比较细腻、比较好听的话，嘶音其实也是伴随着这个声音魅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。作为女老生，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，同时也要很冷静地面对我们存在的这些声音上的这个天然的缺陷。我们要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同时也要对自己很有自信。这也是我对这个观众表达的一个想法。王老师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您唱女老生的，我问您的就是在演唱的时候怎么样能避免女气，这个做动作的时候能够用腰吗？他说这个要不要用腰，这个能不能用腰，我想回答这观众的问题是，如果不用腰，你肯定是完不成所有的这些身段。我刚刚做的这个动作啊，隆咚哒哒哒哒，唱个领才一个呆长嘟，你说哪下不用腰？头秀、整冠履然、转身、往外指，所有这些动作如果不用腰是完不成的。只有你用了腰以后，你的身上才柔，才好看。所以腰是一定要用的，但是作为女生来说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腰部和髋部这个位置跟男生的是结构不一样，而且我们这块呢容易大，所以比如说穿这种要绑腰带的衣服，女孩子就显着臀部、腹部和髋部会比男孩子大一块。唯一有两个办法，一个是经过长期严格的训练，第二个瘦。这就是我的答案。大家都唱得非常好，那我们就这个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解释《捉放曹》这个戏。
我们给大家考几个题啊，请大家看屏幕。陈宫为什么捉曹操？有三个答案啊，曹操刺刘备，曹操刺孙权，曹操刺董卓。C。曹操刺董卓啊，答对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题。吕伯奢与曹操是什么关系？曹操他爸的结义兄弟。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戏的唱段里都有啊，对，看一下，对，曹操父亲的结义兄弟。好的，你再看下一题。陈宫是什么身份？谋士、将军还有丞相？谋士。啊，看一下，好的，都答对了。嗯。后来陈宫又投奔了谁？刘备、吕布、袁术。吕布。对。看一下，好的。对。吕布，大家都答对了，这个看来学得不错。我说一个我的彩唱登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好玩的事，这大概是将近15、16年前了。我第一次演出《捉放曹》这个戏，就这个《捉放曹》这个戏，在上海演出。那阵儿时间也不知道怎么是吃东西上火了还是怎么着，就我这个左眼得了一个就是我们叫什么麦粒肿，肿的就是根本就睁不开了。也看不见，所以就是画了一只眼睛，拍上粉，穿上衣服就上去唱。这个眼睛就是这样的，肿的就是一个大鼓包。如果我回去还能，可能还能找着那个时候的剧照，特别有意思。当时就觉得什么表演啊，什么那个表情啊，什么心思都没了，就所有注意力，因为那时候也很小嘛，就都在这眼睛上。所以我说演员啊，真是一个。就是各种各样的艰苦，各种各样的不容易，所以作为专业的演员也好，或者是咱们喜欢唱戏票戏的人，都是我对大家有一个同样的希望，就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健康，我们就等于保护了自己的艺术生命，所以咱们在这方面我们要互相的督促，共同来努力，好吗？现在我们就来挑一位同学，我们要扮上戏，彩唱一段《捉放曹》，就是我刚刚这几节课给大家教的这段唱。还是女老生吧，我们有一点小私心啊，希望你能够好好表现，好吗？好。
觉得有一个东西啊，给你拎着，不要往下搭了。拎它，拎它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他说：“言多语诈，摆手，往前一步，休道我言语多，必有奸诈。你本是大义人，把事做差，都不需要太多，保持在这个表情，保持在这个状态。”